九寨沟是中国四川省的一个著名景点，以其壮丽的自然风景而闻名。这个地区有着许多美丽的湖泊、瀑布、森林和山脉，因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和摄影者的天堂。以下是九寨沟几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介绍。一、五花海 Wuhui。 五花海是九寨沟最著名的景点之一，因其湖水呈现五种不同颜色而得名。湖水由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、浅蓝和白色相间，美得令人惊叹。二、诺日朗瀑布 Moorilang Waterfall。 诺日朗瀑布是中国最宽的瀑布之一，宽度超过300米，水流从高耸的山崖上飞泻而下，壮观的景象令人震撼。三、静海 Mirror Lake。 静海是九寨沟中最美的湖泊之一，湖水清澈如镜，能够倒映周围的山峰和树木，形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射景象。四、珍珠滩 Pearl Show。 珍珠滩是九寨沟最大的台地瀑布，水流宽阔，水流如珍珠般折射阳光，形成五彩斑斓的景象。五、熊猫海 Panda Lake。 熊猫海以其水中栖息着熊猫形状的树木而得名，湖水呈现蓝绿色，清澈见底，非常美丽。除了以上几个景点，九寨沟还有很多其他值得一游的地方，如树正群海、长海、双龙海等，整个景区都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，是探索自然、欣赏美景的理想之地。请在旅行前确保了解当地的开放状况和旅游指南。